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88面，788面，第一行。维摩经迦详疏云：法眼净者，小乘也法眼，大乘呢也法眼。小乘法眼即初果，见四谛法名法眼。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，小乘法眼初果就得到了他得到了什么呢？见四谛法。我们也知道四谛法在这个大小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名相啊都很熟悉，一点都不陌生。那么我们有没有法缘呢？没有。人家是证悟的，我们是解悟的，我们是即问之学，人家是亲证的境界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前面我们说的很多，最重要的是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都清楚，可是就是放不下。大小乘经教佛讲的很多，实在说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做实验，从他一生行义上去观察，他19岁，舍弃王位，舍弃宫廷里面富贵的生活，这是放下烦恼障。他为我们演出知识分子好学多闻，19岁出去参学，到30岁12年印度的宗教学术他都曾经涉猎过可是问题解决不了。为什么？即问之学听得多，研究讨论都是属于知识的范围今天所说的。所以又给我们做一次表演，在菩提树下入定，把12年所学呢统统放下了，这叫放下所执障。这个障碍成佛了两种障碍，烦恼障、所执障这一次把所执障放下了，结果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我们要记住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，跟广学多闻不相干
于是佛在教学过程当中，大小乘一切经论里头常常告诉我们，众生所以为众生，众生回不了语言，见不了心，问题就是三种障碍。华严经上称它作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一般大乘经教里面称它为无明烦恼，就是妄想；尘沙烦恼，就是分别；见思烦恼，就是执着。就这三种啊，这三种要放下了，你就成就了。三种同时放下，释迦牟尼佛表演是同时放下。在中国，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也是同时放下，这个叫上上根人。这一闻千悟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慧能大师没有念过书啊，不认识字啊，现在人所谓是没有文化的人，啊，而且家境非常贫寒，父亲早过世了，他跟他母亲相依为命，啊，每一天上山砍柴，挑到城里去卖，啊，卖得的几个钱，去买一点米，买一点菜，回家就供养老母亲。生活苦不堪言啊，是属于靠劳力生活的。这个卖柴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厨房用电用瓦斯，不用柴火了。抗战期间还烧柴火。一般城市啊，有相当规模的城市都没有自来水。啊，还是烧灶。啊，我们生活在抗战期间。啊，卖水的，挑水到城里卖的，卖柴的，这是生活必需品。啊，几乎这种行业它有固定的主顾，啊，它照顾几家。啊，柴火水等于说它包了。啊，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，很辛苦的行业。啊，他靠这个为生，年纪很轻呢，24岁啊。啊，在卖柴，偶然听到。啊，拿到钱出去，偶然听到在房间里面，他在门外听到的，啊，在窗户上听到的，有人在念经，他就站了一下，听了觉得很有味道，啊，讲得正好，等他念完了，他就进去向他请教，你念的是什么？啊，人家告诉他，我念的是《金刚经》，他就把他听到的这几句，自己的感受，啊，说出来
给这位居士分享，这位居士听到感到非常惊讶，啊，这是很深的经典，他能听出意思，啊，跟他一交谈，了解他的环境，啊，这位居士，你的根性很厉害，啊，你应该去亲近无祖。啊，那么他家清寒呢，这一位居士非常慷慨，送他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，找了一些学佛的同修帮助他照顾他老母亲，你放心去参学啊，你的老母亲我们大家照顾啊，这对他讲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到黄梅见了五祖，五祖就问他：“你到这来想求什么？”他跟五祖说：“我想做佛。”大概五祖一生呢，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。啊，一般人都是求升官发财而来的，啊，或者是学习经教而来的，他是要来做佛的。你看目标不一样啊，啊，五祖也真了不起，你来做佛，我就帮助你成佛，啊，恒顺众生了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在寺庙里面分配他一个工作，舂米破柴，还是干他的本行。啊，那时候五祖寺庙非常兴旺，每一天吃饭一千多人了。啊，厨房里面工作人员很辛苦，叫他去舂米破柴。啊，八个月。他在那做苦工啊，寺院里头的讲堂没去过，一堂课没听过，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。啊，五祖传衣钵了，衣钵居然给他了。啊，我们就晓得五祖跟他两个人当中啊很有默契，别人看不出来。啊，让他到寺院做八个月的苦工是什么？修佛啊。学佛的人不能没有福报啊。没有福报不能弘化弘法利生。啊，弘法利生要大福报啊！啊，让他去修福。至最后这天晚上召见，啊，半夜三更，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吧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不需要给他经本看。啊，五祖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概是金刚经三分之一。他就觉悟了。啊，大彻大悟。啊，提出他的报告。这像考博士一样啊，那就博士论文。他的博士论文五句话。啊，很感叹的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染污过。
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无足一听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了，也不要讲了。衣钵给他，叫他赶快走。啊，半夜三更送他走了。走了三天之后，他才向大众宣布。衣钵已经给人了，这人已经走了。于是大众才恍然大悟，不服气。你想想看，神秀跟他老人家多少年，每个人都以为衣钵一定是传给神秀的，怎么会给别人呢？啊，大家分头去找啊，把衣钵抢回来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嫉妒障碍呀！啊，神秀毕竟很不错，他还没有这个心。他自己知道，老和尚有智慧，绝不是随便传给人的。啊，他对于慧能还相当的尊重，这底下人不服气。啊，所以那是证悟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了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了，是一个动作，一个境界。啊，这是同时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难呢，太难太难。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慧能大师之前没看到一个，慧能大师以后一直到现在还也没看到一个。这样的人真正是所谓上上根人。那么我们说达到这个境界的啊，有几个月才达到的，有三年五载达到这个境界的，也有十年八年，还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啊，能到这个境界，到这个境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啊。但是那是慢慢断的 啊佛教我们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先断见思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果；再断尘沙，后断无明。尘沙断了，菩萨；无明断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不通过阿罗汉，不通过菩萨就成佛了，这个太少太少了。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你肯放下就能，你放不下就不能。这是真正的证悟啊，证悟跟解悟是两把事情。啊，解悟你所得到的是常识，我们今天讲知识，证悟的是智慧，本性里头。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人人都有啊。
就是这三种障碍障住了，你能放下全现前了啊，一时顿舍，他就一时顿悟啊。释迦跟慧能表演的是一时顿悟，没有阶级啊，没有时间，就在当下。啊，那么达到这个境界，你看慧能大师在他一生当中啊，他麾下开悟的43个人呢，都达到他的境界啊，但不是一时的，刚才讲了，有几个月的，有几年的，有几十年的啊，但是都能达到这个境界。佛教正式传到中国，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去离遣，回到中国来。那一年永平十年，公元67年，现在接近2000年了。这2000年当中，诸位要知道啊，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。这个佛天台大师称他做分证即佛啊，不是究竟圆满啊。分证即佛，华严经上称为化身菩萨啊，就是说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你想想他是不是平等的？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那当然平等了。为什么平等当中还有阶级？这阶级怎么分法？啊，41个阶级，初住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。到等觉还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这个里头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41个位次，41个位次通通住十宝庄严土，那可是一真法界啊。为什么称他为佛？用心不一样啊，十法界里面通通算是凡夫啊。十法界六道上面有声闻、阿罗汉、有辟支佛、有菩萨、有佛，都算是凡夫。大乘叫外凡，六道之外的凡夫。这凡跟圣以什么为标准？以心为标准。真心是圣人，妄心是凡夫。什么是妄心？妄心是生灭心啊！你看我们的心念头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，生灭不停，而且生灭的速度非常大。啊，这用妄心。真心呢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慧能大师见到了，何其自信呢，本不生灭，这见性了。啊，他见到了啊，他就用上了。他用的是不生灭的心啊。我们用的是生灭性啊，啊，虽然经教学的多了，时间长了，长时间熏修嘛，
可是没用上啊，生活当中依旧用生灭心，这就是凡夫。啊，如果用不生不灭的心呢，那就是佛，就是法身菩萨。标准在此地，这个标准太高了。啊，华严经上41个位次，我们如何去理解它？前头有例子，千万不能疏忽。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，啊，断见思烦恼啊，就证阿罗汉果。如果见思烦恼习气也断了，那他就不是阿罗汉了，他是辟支佛了。啊，你看习气断了，啊，菩萨在深一级，当然了，菩萨断什么呢？断尘沙烦恼，比辟支佛地位高了，可是习气没断。尘沙烦恼习气要断了呢，他就成佛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在十法界最高的了。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连习气都断了，但是无明烦恼没断。啊，无明是起心动念。他不起心不动念呢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他明心见性了，他大彻大悟了，啊，真正得到平等法了。我们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，他真得到了。平等里面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，我们就晓得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。那41个阶级从哪来的呢？习气厚薄不一样，因为无明习气没办法断，不像见思，不像尘沙，那个有方法断，这个没有办法断。啊，怎么办呢？随他去啊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华严经上讲3个20劫，这么长的时间无明习气自然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就晓得无始无明习气厚薄不一样，所以说他有41个阶级。啊，这40个阶级，说他有也行，说他没有也行。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，因为这个境界是平等的境界，啊，都没有起心动念的，啊，无始无明习气要断干净了，就不是等觉了，叫妙觉，华严经。妙觉果位，就是究竟的佛果。妙觉不住十八土了，他住哪里？他住常寂光，就是他回到常寂光了。常寂光是自性，本无生灭，他回到那里去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说，他9缘界就成佛了，
哪里是现在成佛？你要是成佛了，你也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久远久远间早就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回到陈继光、常继光，就是回到老家了。禅宗里说，把你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了。本来面目是佛，本来是佛，哪里是现在成啊？将来成啊？没这个，没这话。这都是叫分别执着啊。啊，本来就是啊，真的一点不假啊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是个迷惑颠倒佛啊，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但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连十报状验图都是虚妄的啊！它是什么东西变现的？无始无明的习气变现出来的。有无始无明习气，就有这个境界存在；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，这个境界就不存在。就这么个道理啊！那我们要知道，你有见思烦恼，见识习气存在，你就有六道轮回。见识烦恼要是断了啊，习气可以不谈，断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假的不是真的，像做梦一样啊，你就醒过来了啊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死圣发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，你就到净土去了啊。净土里面见识烦恼没有了，有见识烦恼习气断掉是辟支佛，没断是阿罗汉啊。断掉尘沙烦恼是菩萨，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成佛，是法界的佛。佛要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就是无明放下了，他就真成佛了，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他到十八图去了，又是一个梦醒，十法界还是一场梦啊，梦醒了啊。醒过来之后什么境界呢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，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图啊。这个里头无明没有了，有无明习气，无明习气要是没有了，这又是一场梦啊，最后的一场梦啊。醒过来了，回归自性，常寂光，回到常寂光了啊。常寂光好比是个零点呢，我们迷了变成众生，是从一念不觉而迷惑的，转了这么一个大圈，最后还回到常寂光，回到原点了啊。原点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习气都没有，回到原点了，就近了佛果啊。华严成为妙觉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啊，让我们回归到原点，才知道本来
是佛。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！你什么时候能回到原点，就在你能不能放下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怎能不放下吗？我们没有能力，就业障太重了，习气太深了，不能同时放下，每一天都放一点。啊，这是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天天要放，月月要放，年年要放，你才会有进步。啊，你放下一点，烦恼就轻一点，烦恼轻一点，智慧就长一点。啊，自信你智慧，它向外透，它就会透一点。啊，你能放几分，它就能透几分。千万不能啊，去增长烦恼，那就错了。啊，烦恼一定要天天减少，不可以天天添加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三界六道非常痛苦。啊，这个出国就见到了，他就得受用啊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到呢？你得受用就见到了，你没得受用，你没见到，会说不行。啊，真正在生活上用上了。在工作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。啊，虚脱环就是这个境界。啊，这是最低的，他用上了。他不执着身是自己。他没有边界，就是没有对立。啊，别人跟他对立，他不会给别人对立。啊，不对立，肯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一体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。一体就没有对立了。啊，虽然形象不一样，就像我们一个是人身，人身是一体。你说人身有多少汗毛？汗毛跟我是一体啊。这身体多少细胞？细胞跟我是一体啊。啊，你看细胞组成，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通通全部细胞组成的。组成的器官不一样，作用不一样，一体。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这个认识了不起，虽然没证的，你能够承认，能够肯定啊，不怀疑，你就认识路了啊，菩提道你找到了，你认清楚了啊，你朝这个方向去，怎么会不成佛呢？在这个方向走，积功累德了。啊，虽积功累德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如果心里觉得我这功德不错了，我积了很多，做了好多好事啊，有功德了，别多说，那是福报。你看。一起心动念
把功德变成福德，福德离不了六道轮回，在六道里享受啊，功德可不得了了，功德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加持是用这个加持我们了，不是假的。涅盘经上这段话，世尊说，我习与汝等不见是真的，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讲的。提醒大家，啊，那么若能见识地，则得断生死。什么人当机呢？在六道里头苦吃够了，不想再吃苦头了，这个人当机。啊，听到佛的话，他会有感动。如果对于六道还是迷惑颠倒，还是贪念不舍，听到佛的这个话听不进去，听不懂，啊，苦头吃够了，到哪里才能吃够？一定到地狱，到无间地狱，苦头吃足了。啊，罪业了，消得差不多了，听到佛这句话就感动，啊，支持汇集音译里面说，这属于戒律，知是禁止，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，那个叫不。都是知，啊，大概比丘戒是知持，菩萨戒是作持，菩萨戒是叫你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苦地者，苦以痛恼为依，这痛苦烦恼，一切有为心性。有为是有生有灭，反复啊。有为的心，有为的行为，啊，这就包括身口意了。有为心是意业，行呢是口业，是身业。啊，常为无常患累也，至所必恼，故名为苦。啊，常常为无常，这两个字用得很好啊。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包括佛法。佛法是因缘生的，只要是因缘生法，统统是无常的。啊，真正的佛法真常，真常的佛法在哪里？就是你的自信呐，离开自信呢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佛跟我们多么亲切，
我们不认识啊。佛跟我们是一体，啊，真是世俗人讲的心肝宝贝也一体。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啊，只是六道众生，连十法界的，都是对这桩事情迷而不觉。啊，虽然接触佛教的经典，啊，佛菩萨常说，没听进去。总是把佛跟自己画成一个界限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们不相干啊，就不知道是一体。啊，佛经教上常说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法从心想生。毗卢遮那从心想生，阿弥陀佛从心想生，立心想哪来的阿弥陀佛？哪来的华藏世界？啊，心想什么，他就现什么。啊，所以佛在华严上说了两句话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怎么回事情啊？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心就是自性，是自性。自性是能生能现。万物是所生所现。所以现呢不起变化，为什么那么千变万化呢？那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识，识让它产生变化。心现识变啊，啊，识是什么？是分别，是执着，是妄想。由分别、执着、妄想，就千变万化，啊，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识不是数字，识代表无量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啊，《还原观》上说得好啊，畜生无尽，那是识变的。啊，没有识就不会变的。啊，《十报庄严图》就是不变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识。凡是生到十报土，通通都是转识成智。他用真心，不用生灭心，不用生灭心，所以那个地方就不生不灭，就没有生灭。啊，你看看菩萨在那边，要三大二生七劫，这个寿命长啊，叫无量寿啊。把无始无明习气淘汰干净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变化啊！三大生奇迹面目跟刚刚到那是一样的，不起变化，他没有生灭心。不但人没有生灭的，树木花草也没有生命啊，树木常青啊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哎。我们这树叶随着四季在变化啊，极乐世界没有
它永恒不变。啊，为什么？它没有识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还没有起心动念，它怎么会变化？所以叫一真。啊，佛法讲真假，它的定义，会变的就是假的，不会变就是真的，它不变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是事实。为什么？人家真的了，人家把妄想分别之统放下了，你要相信，你能够放下，你跟他是一个境界。你就其如了啊，千万可别误会啊！佛活在那个年代，几千年前，哪能跟现在比？这科学发达了啊！我们享受这个电灯光，比从前电油灯呢，那是亮多了。殊不知，佛不需要电灯，本身放光。比你这个高明多了，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啊？啊，我们现在出门交通工具，有汽车、飞机、轮船，人家不要，人家有神足通，想到哪里神已经到了，你怎么能跟他相比？啊，佛有他心通，你起心动念都全知道。啊，佛有宿命通，你过去是生生世世他全晓得，这现在科学办不到啊。藐视神仙，藐视佛菩萨，这个过失有多重啊！啊，他讲的这个可以试验嘛，这就是科学精神嘛，试试看，我们把执着放下，看看是不是阿罗汉的境界。每个人都可以做实验的。啊，近代一些科学家，大概是最近二十三十年，不到三十年，啊，最近的，他们已经发现了，就是意念、念头，这个力能量不可思议，不就是佛讲的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啊，大概最有贡献的是德国的普朗克。啊，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，一生研究原子，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谚语说：“所谓也，皇天不负苦心人呐。”他真的发现了啊！发现了，他的结论是什么？结论说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这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是念头。原来物质是从念头生的。啊，意念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不断去研究啊。他的结论是无中生有。这个了不起，
他说的我们完全懂啊。啊，他说的这个现象是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说过，八识，意识能量最大。啊，他攀缘的境界，是其他的心性所都做不到的。他对外能够圆到整个宇宙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就是他还是有范围。啊，他圆不到自信，为什么？自信要放下才知道。你用第六意识，就用思考，用思想，你只能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研究宏观宇宙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他们所观察的宇宙只能看到10%，还有90%不见了。这个话我们听起来也懂，90%不见了，到哪去了？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常寂光你绝对没法子发现它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现象。它不是物质现象。它不是精神现象。也不是自然现象。但是这三种现象都是它出生的。它自己三种都不是。不是物质现象。我们的五根，前五根，眼耳鼻舌身圆不到。不是精神现象，我们第六意识圆不到。啊，不是自然现象，连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。啊，放下你就见到了。啊，科学家没放下。真正达到了佛讲的最高的境界了。啊，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，3000年的事情。啊，依照我们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啊，他们的说法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，甲寅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。啊，灭度是在周穆王。依照这个年代来算呢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。啊，这个话是3000年前佛说的，跟普朗克发现的相应，等于说普朗克的发现证明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宇宙的缘起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意念不绝而有无明，阿赖耶出现了，阿赖耶不是真的。妄心从真心里面出现一个妄心，真心能现，妄心能变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今天科学家称为能量，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称为信息，阿赖耶的境界相科学家称为物质。这个不可思议。我们对于阿赖耶的三细相很模糊啊。
讲不清楚啊。啊，看古大德这些注解啊，年轻人学的时候听老师讲听得很模糊，看文字也看得很模糊，现在再看呢完全清楚了。不是文字上有问题，是我们的智慧没开啊，看不出来啊。啊，看到古人注解是半信半疑。这个才相信，外面境界没错，完全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无知，把它看错了。佛菩萨修行人这些大善知识，他们都有定功，都有智慧，他们所讲的没错，我们听错了，我们看错了啊，还责怪他没讲得清楚，你说我们造不造罪业？我相信呢，像我们有心无心造这种罪业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呢。于是我很担心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，正法能不能救主，我真担心。为什么呢？没有那种真诚恭敬心的人来学习啊，纵然有善知识来教，找不到学生。学生找老师难啊，老师找学生更难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根本的根本，是敬业三福前面两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孝亲尊师，这是世出世间善法的大根大本，现在没有了。谁懂得孝亲？谁懂得尊师？啊，这个心态丢掉了，圣教虽然在世间，也等于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没人是后啊。不识货的人来讲这些东西，学这些东西，全都学偏了，学邪了，不是那么回事情。啊，佛说的话是真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能放下吗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放下就是佛，就这么简单的。放下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，就超越六道，六道就不见了。放下分别，你就成菩萨了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
真干，不放下不行啊。现在几个人肯放下？对于这个身非常坚固的执着，这是我，从我就生自私自利。啊，叫贪好容易啊！中国古人真了不起啊！古人教人从什么时候教起？从怀孕的时候教起。现在到哪里去找？啊，中国的古礼，关于怀孕的时候这个礼，啊，做母亲的人一定要懂得，他起心动念影响胎儿。言语造作影响胎儿，所以怀孕十个月当中，行住坐卧都要端庄，都要有礼，没有邪思，没有邪念，这个小孩生下来端正，很好教。啊，小孩一出生，他睁开眼睛他就会看，他耳朵就会听，他已经在开始学习，开始模仿啊，所以在古礼，大人跟小孩见面一定要受礼啊，一切不善的思想行为不能够接触小孩婴儿，为什么？怕影响他啊，这样保护啊，母亲是他的保护者，保护神呢、啊。三年一千天，根深蒂固，他的根扎下去了。所以古谚语有所谓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这个根八十岁不会变的，圣人呢？圣人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是教出来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现在的社会把圣人佛菩萨统统丢掉了，批评他们是糟粕啊，是旧社会封建时代的东西啊，跟不上现在科学时代，都应该把它排斥，把它抛弃掉。这一抛弃，灾难现前啊，旧的东西不要了，新的东西解决不了先前问题这个时候大家着急了啊！我今天看到同学们把这些灾难的标题送给我看，上一个星期好像有53起，这个星期50起，半个月了103起。怎么会这么多啊？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啊！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灾难怎么来的？那是果，有果必有因呐、啊。
可是大家说那是宗教，是迷信，那不合科学。好，用科学方法去解决，科学解决不了。啊，这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。啊，古人说的话有道理。啊，灾难先前找谁呀？找老祖宗才能解决。你要不肯回头，不肯承认，不愿意找老祖宗，那你就够受吧，有的受的。佛法常说，回头是岸啊。古人不傻了，古人不愚痴啊，古人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。这个不得了的，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它能解决问题。你不放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。对老祖宗没有信心，对佛菩萨没有信心。信心是世出世间一切法最低的底线，这个底线破了就没救了。啊，中国能遭这么大的灾难，过去胡秋元先生说得好，啊，这是比我们长一辈，他大概大我20多岁，啊，是个很著名的学者，啊，我拜访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啊，这个时代的中国人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如果说第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就是中国灾难的来源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啊，我们把民族自信心丧失掉了，盲目的去学外国人。啊，外国人的东西真比中国好吗？外国东西我们看到了，中国东西没看到，啊，全都被毁灭掉了。啊，到日本、到韩国还能看到一点点，啊，不多，但是非常可贵。啊，如果社会大众再不重视，看日本也维持不了多年，啊，也会消失掉了，那真可惜啊！啊，汤恩比所说的，能拯救现在的社会，能拯救这个世界灾难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但是我们不相信，啊，英国人相不相信呢？他们半信半疑，我访问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我向他们讨教过，我说汤恩比说的你们相不相信？他们对着我笑，不回答我。
我反问一句，那汤阿弥是错了啊？他们很会笑，不说话。啊，最后逼着我不能不开口。我告诉大家，汤恩比没有说错，可能是我们对他的话解读错误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孔孟学说是什么？我接触的三个学校是汉学系，这汉学系是欧洲，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，非常有名。啊，他们的北京话说得很好，能够读古文，我们很佩服啊。啊，他问题在哪里呢？没有中国古人那种沉静的心，印光大师说的，一份沉静的一份礼业了。学习的人没有那种真诚恭敬，就缺这么一点，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能不能真正成就？啊，真正能了解古圣先贤的真身、真实意，都在沉静啊！啊，接受他们的东西要虚心啊，心地要打扫干净的，不能有一点脏东西，干干净净接受它，那个利益无边呐！如果带着成见，啊，带着自己的想法、看法，那个问题难了。看到的还得要批判他。你怎么能懂得他的真实意？啊，经上这一篇东西都是说的现在人心，学佛的障碍。啊，大论云，大论是大智度论，无量众生有三种生苦啊，生有三种苦，老病死。啊，很多年轻人他还没老，还没病没死，他不知道三个苦啊。到他老了病了要死了，他才知道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那么还有三种辛苦，这个辛苦他不觉得，贪嗔痴，这个是要有智慧的人才知道。啊，要知道这三样的是苦，他还会干这个事情吗？他不知道啊，圣贤人知道啊，佛菩萨知道啊，还有三种后苦。啊，后世苦那是什么呢？果报，有地狱，有恶鬼，有畜生。贪心、恶鬼、嗔恚、地狱、愚痴、畜生。你跟他讲，他不相信啊！这是宗教，这是迷信，这是鬼话。
那所以他对圣贤典籍他怎么能看得进去？啊，他要拨一把火把它烧掉啊，就算不错了。啊，他很有善根了。啊，没有善根的人，统统把你毁掉。总而言之，有三苦八苦，戒三界生死之患了。地神生死时时苦者，名为苦地。啊，地是认真。去审查，去思考，去观察，生死真苦啊！生死代表什么？六道轮回呀！生生世世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真的是苦的。三苦，讲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啊，八苦，有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无因之身。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，而我们细心去反省、去观察我们自己先前所受的啊，极地呢，即以招聚为意，若心与戒业相应，未来定能招聚生死之苦，故名为戒。啊，即是造作，现在所干的，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业就是事，造作的时候叫事，你在做什么事，事情做完之后叫业。业感得来世的果报啊，善业的福报，恶业那就是恶报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然就不造恶业了。啊！但是佛告诉我们，善业也不是真正善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呀、啊！六道痛苦啊！欲界三种苦都有，苦苦、坏苦、辛苦。啊，色界天没有欲，没有苦苦，它有坏苦，有辛苦。无色界天，这是高级凡夫，连身都不要了。啊，所以他没有苦苦。没有坏苦，但是有辛苦。辛苦什么呢？他没有办法永久保留啊。时间虽然长，总有一天到头。到头来的时候，还要往下堕落，苦就来了。这那不是根本解决啊。
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啊，三界整个六道轮回，佛看得清楚，他知道啊。我们在六道里面的人看不出来，以为有乐啊，错了。啊，下面讲灭谛，啊，净谛，净就是灭，啊，灭呢就是即灭，灭亦灭无为意，戒业即净。这无生死之累患啊，患累，故名灭灭。灭，果上不能灭，要从因上灭。我不造恶因，我就不受恶报。我连善的因都不做啊，那三界善的果报我也不受，你才能超越这个话要听清楚，不能产生误会，误会你还是在造业，你造的全是不善的。佛教我断恶修善，后面有一句三轮体空，这叫修净业，果报不在六道里头啊，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永远保持自己的心清净平等觉，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断恶修善就对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断恶修善对自己来讲，消自己无始劫来业障习气，这自利对他来说呢，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，一般人看到你断恶修善，真正明白人呢，看到你，你在行菩萨道，你在教化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，住世八十年，教学讲经教化众生49年，不读书做样子给我们看吗？八相成道是表演的，不是真的。本来是佛，这一悟啊，就是本来是佛。一悟啊，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前，我早就成佛了。每个人都如是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
啊，灭要晓得灭什么，灭心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，杂乱的东西，因为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心里头为什么有这么多啰嗦？啊，自己有的就够多了，还把别人的肮脏东西全放在心上。啊，可能别人东西要超过自己东西，变成一个大啰嗦头。真能算聪明啊。真正聪明人把它清除干净啊。除得干净的时候给注释，连佛法都不要了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了。这话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你把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法都放在心上也错了啊。这些法是个善法，果报在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法要是啊，无量寿经净宗法门好啊，教你什么统统放下，心里头不放一个东西不行啊，总得要有个东西，你才能把别的东西放下。净土宗教里，你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佛法是例外，全放下，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啊。目的何在呢？我就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就这一念，除这一念别无二念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就是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从哪来的？是你自心变的，一切法不离自心，变法皆虚空界，没有一法不是自性变的，全是的，你就都明白了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，心与法是一，是不是二啊？啊，这个问题才真正解决了，彻底觉悟了，不再有念头了。啊，有念就错了。啊，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要念阿弥陀佛。到这个境界，阿弥陀佛也没有了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啊。没有到妙觉果位，阿弥陀佛抓紧了，我就这一法，他陪我证得究竟佛果。啊，一切法当中无与伦比，究竟圆满这部经就是讲这个问题，就是讲这桩事情。啊，戒业寂静，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，无生死之患乐也。
啊，生死是根本，生死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里头没有离开生死，啊，这叫做灭。一诸烦恼皆时灭故，三界业也灭。啊，三界善业恶业，善恶业都没有了。若三界业烦恼灭者，即是灭地有余涅槃。啊，三界的业是因。阴灭了，果呢？哎，身体还在，这叫无余涅槃啊！这叫有余，还有一个身。虽有一个身呢，没有念头了。哎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不但四相没有了，四界没有了，啊！《金刚经》末后说：“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”啊，四见也没有了，念头没有了，一念不生了，身体在，身体有余，我身体不要了，叫无余一涅槃。啊，这下面有因灭故过灭，舍此报身时，后世苦果永不相续。这个身灭了之后，永远不会再搞这些轮回了，这叫入无余涅槃。啊，所以涅槃什么时候证得的？是活着证得的。啊，很多人误会，以为涅槃是死，错了。涅槃不能犯作死，涅槃犯作灭，灭什么呢？烦恼、习气、业因、果报，统统没有了，这叫灭。啊，不能说死就是涅槃，那要死是涅槃，这不要修行了，哪个不死呢？死的时候都入涅槃了，这讲不通啊！啊，所以涅槃是活着证得的啊，所以它也翻作缘起，缘是圆满，功德圆满了，即是清净即灭啊，也就是说它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就清净寂灭了，这决定不能误会啊！可是今天误会的人真多啊，认为出家人死了都叫缘起了啊，都叫涅槃了，意思全搞错了。道地者，道以能通为一，通达没有障碍呀、啊！道是道路啊，成佛的这条道路，了生死的这条道路啊，道路道有正道有阻道，一般呢，正是智慧。住呢是禅定啊，正是看破，住是放下啊。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没看破
看破是什么？彻底明白了，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了。啊，你像普朗克说的那个，他把物质现象真搞清楚了。原来物质现象是意念累积的幻象，我们看错了，以为物质是真有。啊，物质有固体，有液体，有气体，这什么原因呢？频率不一样，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，快一点就变成液体，再快的就变成气体，比气体更快的就变成光，变成电，电流。啊，频率不一样，全都是波动的现象，而且波动是非常快速。啊，这个现象普朗克看到，但是弥勒菩萨说的，把数字都说出来了。啊，快到什么程度呢？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时间很短。啊，我们一秒钟，我相信有弹得很快的，年轻有力气的，啊，身体强壮的，一秒钟弹五次应该没问题。啊，如果说五次，以五次来说呢，一秒钟当中有1600兆频率，啊，它波动的次数，啊，一秒钟里头。1600兆啊，产生的幻象，我们以为是真的。了解这个现象呢，念念不可得了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啊，我这里有一个电影的底片。底片是幻灯片，啊，这个放映在荧幕上，一秒钟几张呢？24张，啊，镜头打开，这一张现在荧幕上，镜头关起来，再开换第二张，啊，它换的速度太快了。一秒钟24张，我们就被电影荧幕欺骗了，以为它是真的。啊，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秒钟多少张呢？啊，就是生灭多少次呢？1600兆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24张就骗了你了，你就没办法辨别了。现在告诉你真相，一秒钟1600兆，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！所以还原观上讲啊，出生无尽啊，我们完全是搞错了，看错了，听错了，以为是真实的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只有佛菩萨，他们的心清净，清净心就是禅定，甚深禅定里面看到了。所以诸佛菩萨是限量境界，科学家还是比量，不是限量啊！科学家借着数学来推理，有这个可能，然后用精密仪器去观察，发现了啊！他告诉我们，
这个念意念的速度非常之快啊，没有说出数字，非常快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就是一弹指里头多少个物质现象，320兆，这一弹指320兆个物质现象，它累积在那里，你看到好像是物质。啊，而且物质现象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识。识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。那个物质现象是色，合起来佛经上常讲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它存在的时间是一弹指320兆啊，这一弹指，现在我们要算秒啊，以5次弹指是1秒钟，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，这一个念头存在的时间，就是一个五蕴。观世音菩萨看见了，五蕴皆空啊！啊，用什么看到的？智慧啊！你看《心经》上讲的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，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五蕴皆空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就是普朗克发现的这个现象。啊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在一个画面上，他看到是这个。是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这个现在在科学里面称它做前卫科学。啊，因为科学这300多年来，通通都是搞物理，精神现象没有涉及，全是物理。啊，现在晓得这个东西，物质从哪来？是意念变现的。啊，所以现在有不少这个年轻新的科学家研究念头，研究意念。啊，我们相信有20-30年之后，被社会大众普遍承认了。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了不起的好处。第一个，你可以长生不老了。啊，长生不老不敢讲啊。你可以长生长命，你可以啊，把这个衰老啊减缓了，不至于老化的那么快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完全是善念，完全是清净的念头，你不会生病啊。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老是我这里痛了，那里痛了，这有问题，那有问题了，问题真出来了。因为问题从心想生，这个意念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啊产生变化。啊，正常的细胞，我们想它怎么会有问题啊？它真出了问题了。问题怎么出来？你想出来的。啊，这就是意念指挥物质。啊，所以不善的念头，通通变成灾难。善的念头就变成天堂，变成极乐世界。啊，地球今天这些灾难能不能化解？能。如果我们贪心没有了，啊，把贪心放下，水灾就没有了。啊，尘秽放下，火灾没有了，
地球温度就不会这么高了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。啊，鱼翅没有了，风灾没有了，傲慢没有了，地震没有了，怀疑没有了，信心建立了，山崩地陷的事情不会发生，能解决。啊，美国布莱登博士，啊，你看去年他在悉尼，啊，科学家开会时候他参加了，啊，他们第二天的会议完全讨论怎么样应对明年2012玛雅灾难预言，他说的好啊。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啊，在这个阶段当中真正能够觉悟啊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你说这话啊，这个科学家也是从物理转到心理啊，都去研究这个念力，发现意念的能量太大太大了啊，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不能产生？我们念头散漫，太杂了，太乱了啊，就像光，你看光，光芒四射啊，我们看不出它的能量。如果把这个光收集起来，让它从一个方向射出来，就变成极光啊，极光能穿透钢板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光，一张纸它都不能穿透，隔一张纸就能够遮住它。啊，所以这个光要是集中在一点，那得了吗？科学家发现，我们的意念要集中在一点，那个能量不得了。佛在经上早就说了，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还有一句话跟这相同的，止心一处，啊，是静止的止，止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啊，止是控制，止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能够止心一处，我们身体什么毛病都可以恢复，就是念头太乱了，太杂了。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不相信自己，这是真的。信心丧失，头一个丧失自信心，不相信自己。啊，自信心最强的，给诸位说，就是佛菩萨。啊，他们有绝对坚定的信心，所以他们无所谓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明天这个经大概可以，哎呦，顶多两次。明天可能讲完，讲不完，这个再一次就讲圆满了。啊，圆满之后，我们从头再讲第二遍啊，虽然新的本子没有印出来，旧的这个经本可以用啊，我们还是用黄念老的这个注解，他的注解是集注啊，你看注解里头引用经论83种，祖师大德的著作
101种，啊，总共193种，即经论祖师大德对这部经注解之大成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老人谦虚，老人也知道他自己注解的人未必相信，这样一做了，大家没话说了，不能不相信。以经注经，啊，以祖师大德的注解为依据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。